深水埗桂林街鄰常命案，三個死者的爸爸到殮房刑事。死者的爸爸和親友朝早大約10:30由警員陪同到葵涌公眾殮房刑事。三個女童年齡由2歲到5歲，懷疑在桂林家寓所被媽媽用枕頭焗死。女童29歲的印度籍媽媽涉嫌謀殺被捕。